哇哦，终于看到长南瓜了。这一个很小，晕了，人家早就长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原来没授粉都挂了。你怎么一只粑粑在啊？咪咪啊，小粑粑。肚子饿了啊，好小哎，喵喵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是早上8:30，雄花开了，但是雌花没动静。我忘了在家里待着啊，不待着小猫咪都进来了。其实是白白先看到小橘橘的，白白正要走进小橘橘，然后红花哥回来了，白白就怕死的躲到椅子底下去了。白白啊。Later。胆子这么大的，在我们家乱跑是不行的，听到没有？啊？我的朋友要领养的，自动送上门的，逃了逃了，一天要来好几次。因为姐姐很认真的告诉你啊，你不能吃饭了，你倒下去都不吃，等会都给小猫吃了，小猫会吃撑着的，知不知道？小猫不能吃大猫的猫粮的，听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不吃，你每次就瞎叫叫的。哎，你要吃饭，你要吃饭。拜拜，看我。拜拜，不给你吃就这副德行啊，生无可恋的表情啊。你不能吃了，你真的不能吃了。你每次都是不吃的，浪费粮食。减肥吧，好不好？家里来小猫了，你减肥好不好？啊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